环球影城侏罗纪世界有哪些值得入手的实用好物？首先就是这个让我后悔没有买的恐龙发卡，139。这个雨伞挺实用的，我也有点后悔没有买，199。这个杯子是侏罗纪颜值最高的，129。这个抽绳书包很实用，59。但我买了个更棒的带拉链和侧兜的，139。必入单品小恐龙夹子，59。我买了四个，其中复制龙是会预热变色的，咬合力超强，它们还能站着，真是绝绝子。相框冰箱贴79，恐龙贴纸49，恐龙卡套79，霸王龙书包199，小恐龙短袖179，恐龙毯子、恐龙睡袋、恐龙爬爬垫都是实用的家居好物呢。小酒杯89，不锈钢杯子129，还有各种儿童水壶，太可爱了。然而我自己买的都是不怎么实用的，但是你听，布鲁太可爱了，还有这个布鲁挂件99，5只小恐龙套盒59，超级适合送人。看了这么多，有没有你心动的小恐龙呢？